事一切如常，轮回到原点，在阴谋的顽强精神，终究敌不过心上所留的一滴血。再一次，我的温良感受到这人间的残酷。阿爹，你看，看我以后的迄个无人影，好像一直在看咱呢。我看伊一定是咧烧伤咱头顶的铁腿，阿爹也双手甲看住。叶根心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。一走一走，哦，神明有福地，救着咱白家两条命。心是无意生意，这两我的最卑微的生存。我好想一个人能护体，这真是并非真理。我的温良，你是来钓我？哎呦，误会误会，我无无这个意思。用杨江风目前也好像无法我对你的对失联。所以不能受人替你求情，方法将无法报命令。是因果，你无骗我，你无功高强，我何怎敢骗你呢？你的事情我全听说，你到方法竟然怕你怕的入手，这方法真是糊涂了。哇，当你讲了，前面有一座山神庙，咱先来去避火吧。是，不怕。我的温良，其实你知影吗？当农夫知晓你归庄认祖时，我有多欢喜。因只见温柔善良，总算将他留下后事，这是多可惜多亏一件事。我相信天机的今日在转悠，也不是凶恶之徒。在农夫第一次见到你时候，我就感觉你是一个好人。现在这种处境只是暂时，物归天晴，人心的转变，江湖正光，从来不用得下一个好人的处看。你看，天是咱拄着大好时阵，就是咱一间化庙起心嘛，安心做好吧，我陪你跳。